为有些人在怀疑说那个是不是肉胎，我跟大家讲，那个完全是就是里面就是没有穿过。而且跨年拿露屁股但都没穿，撞衫 Jessie 无裙觉得没差。那你给自己打几分？一到十哦。对，十。都很性感哎，就是那个线条，还有露出来的皮肤，还有我的眼神。安西亚去年年底刚唱完跨年，以超辣肉胎衣及性感蜜桃臀夺得新竹跨年的收视冠军，也成为今天节目开棚的全场焦点。就连韩国啦啦队女神安之轩都敌不过她的光芒。哦，这绝对是最性感的。那因为有些人在怀疑说那个是不是肉胎，我跟大家讲，那个完全是就是里面就是没有穿。哦，所以那个造型师很用心，我们想了很久才找到方法可以突破那个防护的部分，所以非常安全。小插曲，表演途中，完全没有，因为我们前面彩排都彩过好多次，就是把该会发生的状况都想过一遍。哦，所以非常安全，完美。有机会的话，其实安之轩也可以试试看，比拼一下。对对。대만에서는너무예쁘시고여신이지만한국에서는对，用韩文说客套话也会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安之轩啊，在台湾是女神，都觉得非常非常漂亮。但是在韩国呢，最漂亮的女神就是只有我安之轩。不是讲客套话。不过尴尬的是，安心亚的火辣战袍和 Jessie 的舞裙打撞衫，好像衣服蛮像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牌子。但因为那个牌子的衣服都是那个类型的，但我觉得没差，因为好看就好。那事情有稍微这个瘦身或什么，为了这个做出什么？哦，有有啊，每次录影他都是很节制啊。我的餐的名字都会叫做“你会成功餐”，就是上面是沙拉跟地瓜还有鸡肉，但是我已经这样半年了啦。所以跟半年前比差多少？半年前比差了。哦，不要透露，大声！经纪人讲话太大声，我出手。那上半身有变吗？这个有说吗？不可能。哦，对对对，不可能的。我是觉得因为没有，就是看起来是没什么差。他不但要瘦下来，他还要白回来。因为之前拍牛车的时候，他晒得很黑嘛，他又要白回来又要瘦回来，他可以说是女版的吴康仁。有吧，有吧。你受伤了。同个地点，Why？ 擦的鞋，同个地点，两张电影票，我知道你故意挑衅，等我察觉，怕我误会，还叫我姐。你周末约她，难道是想讨论作业这么另类？耍赖只说你倒霉。就追我男友吧，赶来追我男友吧，他发问你就留言，当你铁粉你还以为你是陨石变钻戒，偷偷追踪我打探什么，你半夜脚踏穿的路边怎能逃过我的法眼，说来你真倒霉，你当海苔钱，我的算可是能让你加单
我不要看看，只是懒得防晒，高手的心人怎么会不安？多亏你用心，我满意的感情，恋爱是经营，更要气势引导嘛，我天笑声在在，他从不为我管，我有本事他却不来，敢就追我男友吧，是你的菜，你信我眼光不赖，你尽管我不要看看，只是懒得防晒，高手都心安怎么会不安？多亏你用心，我满意的感情，恋爱是经营，更要气势引导嘛，我天笑声在在，他总不为我管，我有本事你还学不来，敢就追我男友吧，现在就来追吧，我男友就在我身边，欢迎来追，现在就来追吧，我男友睡在我旁边。
再一次掌声尖叫声，谢谢我们的城市代言人岸心扬，谢谢。这是我们爱得起的时代，爱得起就爱，让我来为英雄战争翻牌，给他爱的一个依赖，爱不过有够心被谁喜欢，爱得起，爱得起就心告白，勇敢的表态，我说失败总会终结失败，爱得起。我们在之前有看到你有一个影片，说今天会给我们一个亮点，对不对？想问一下这个亮点，我们刚刚在表演里面找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在哪里？对，跟全中运的关联，这要讲吗？讲一下，我听听。变胖了，这个亮点会不会太就是跟运动选手一样要先增肌减脂？但我只能说真的，这个亮点太不明显了，就算变胖也很不明显。好，谢谢了。不过欣雅，你会变胖是不是因为我看到你前面就是为了要来云林参加全中运，你还特别拍影片吃了云林美食？啊，我还没，我是打算五月初的时候我要来云林拍我那个 Anna Sweeper 的影片，就是吃云林美食一整天这样。哦，结果有吃完了吗？还没啊，五月初才要拍。哦，五月初才会来，所以大家可以在五月初的时候捕获野生的欣雅。对，那大家一定要赶快推荐你一些东西，就可以去这些地方埋伏，看到安心雅本人。我会去吃那个甜粽冰啊，
哦，是吗？对啊，甜粽冰是不是很好吃？所以你大家就会在这边一直守候着你哦。哦，是吗？对。接下来星光大道惊喜一波接着一波，哇！从里车下来的嘉宾是谁呢？他就是以古恰莱基首度入围戏剧节目女主角奖的安心雅。哇，记忆真的太美了。这是他首次挑战全台语剧，演出1940年代命运多舛、借腹生子，但个性坚强的农妇许逢春，将角色的情感与藏在心头的秘密演绎的层次分明，魅力十足。究竟今晚能否成功登上视后宝座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掌声欢迎安心雅！太美了，请尖叫声。哇，这太美了！哎、欸，你吼、哦，我今麦讲台语切换一下。你人水三水，你是不是要拼红毯第一水？是。是，把我下吹了。我真正哎、欸，既然这水你通啊，坐一下，互阮看一下无？好啊。来哦，来哦。哇哇哇哇哇！真的太美了，这个美的程度无话可说。阿米哥，我该来讲一下，因为阿姐真正是就厉害，她首度入围戏剧节目女主角奖，而且古恰莱基全台语的演出，真是让人佩服。你家己感觉台语这个部分上困难的所在伫倒？上困难的就是爱伊发音吼，就是吼爱卡，就是要很精准，对，很精准，对对对。然后因为离岛的台词很多俚语，是是是，对。然后平常在讲台语的时候不太会讲到，所以在这部分就是要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。因为在片场，姐姐都是一直在练，一直在练，而且离岛都会现场直接改词。没错，我们的手机录音档全部都是离岛的声音。对，你搞我尬真侪物件了吧？就感谢伊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姐。好，借腹生子，演戏、唱歌。跳舞，你觉得哪一个最困难？想一下哦。当然是借腹生子啊！哦，真的啊？不，什么？我不知道、啊，说不定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难啊。就是你没有，我意思是角色的状态。哦，角色状态啊，哦，其实都可以啦，就是看你怎么想。那演戏好了。演戏哦。对。啊，要背台词，有很多东西要记。因为有很多的角色还没有尝试过。好了。对，还要学习很多。是是是。对。预祝我阿纪今天可以夺下金钟视后的宝座。谢。李贝琴，加油哦，加油哦。
谁的公主、啊、她是谁的幸福、啊、她是谁的孤独，常被现实反扑，常有王子乱入，常会让人嫉妒。你受伤了，你受伤了，
躺在差不多的沙发，微博差不多的刷的，吃着差不多的瓜，跟表弟差不多的渣，扒了差不多的瓜，网友差不多的嘴，总藏了差不多的话，一条差不多的事业线，做差不多的夜，开着差不多的聊远，都是差不多的街，到处差不多的美，比着差不多的鸡，迷着差不多的迷，挤着差不多的地，在差不多的街头摆了差不多的 pose， 有差不多的潮流，整着差不多的 nose， 有差不多的潮流，跟着差不多的 curse， 住差不多的楼，住差不多的楼，跳着差不多的舞，有着差不多的屁股，差不多的思路，行差不多的推速，看差不多的脸，输了差不多的想哭，女孩差不多的路，都差不多无助。想着火别老在群组求我，私信评论到你都没兴趣，有什么怎么我比你着急，我不想要一个全民男朋友，颜值高还不如什么都懂我，没有你拜托至少交个朋友，属于几次要求别附加给我，天才又怎样不重要，他得有肩膀在心上。
Let's get hot tonight。常店长，你应该看过报表了吧？是。资前子浩向我推荐你的时候，说你是聪明大方、有能力的店长，我选择相信了他的眼光。结果呢？你交出的是什么成绩？这下倒好，证实了那些人的闲言闲语，说你是靠关系上位的。这件事多少对子浩都有影响，我现在对你很失望。常可爱，我希望你能证明你是有能力的。现在才第一个月，以季来计算，还有两个月的时间，我不想要再看到这么难看的成绩。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曾经说过，我不希望任何人影响到我们家子浩的前途，尤其是你，更不可以。知识是一切的基础，勤能补拙，开辟脑洞，填补脑障碍，开工。最崇拜的商业之神蒋一阳，哎，你的意思是说你要重新定位 Single Noble？ 是，既然要我行销这个品牌，要我负责它的业绩，那我就应该要全权负责。我应该要主动找出问题，不能只是听从上面的指令，或者是有问题就推给上面。我应该要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。好，常店长，我问你，现在的 Single Noble 定位到底哪里有问题？你知不知道一个品牌不是说建立就可以建立的，当初我们公司到底花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，做了多少的市调还有规划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当初，但是当初是3年前，已经不符合现在的市场了。好，既然你这么会说，那你说说看到底要如何定位。这一份企划案是根据现在市场现有的品牌价位，还有顾客消费习惯，以及华丽百货客群的购买喜好做的修正。
我认为有很多条路线可以走，一是走低价位，第二个是干脆走高价位。嗯 ，M 型理论。那你的想法呢？来，坐下来说吧。谢谢董事长。我的想法，我喜欢多路线的发展，这样子比较不容易把自己做死。同一个 single number 的品牌下，可以推出不同的系列来针对不同的消费客群。这系列可以走低价位，它可以让客人买了觉得物超所值。那另外一个系列就可以走高价位，它比较是强调品味跟质感的。 Single Noble 独一无二，做自己嘛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推出定制的这个路线，特制化，我们可以帮客人秀出他们自己的名字，可以针对他们局部的调整高级定制服的概念，把 Noble Every Single is Special 的概念展示出来，让客人感受到这个衣服的独特性，又不会撞衫，又可以显现出他们身上的品味跟时尚感。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显现出 Single Noble 的价值。你说的很不错，那就照你说的做吧。谢谢董事长。虽然我暂时同意你的说法，但是很多的事情纸上谈兵是一回事，要真的达到成效又是另外一个概念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这三个月的评效还是得通过，不然你这个店长我还是会换掉。董事长，没问题，我负责到底，请董事长放心。靠，事情我们还不够忙是不是啊？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哎，现在一堆讯息过来说，那 Single Noble 那三宝又搞乌龙了啦！他们把昨天晚上要 key 在网络上的那个售价，从3999元 key 成39元了啦！现在媒体在追问，公关部也问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李健，立刻对外宣布，所有的订单我扛。公司一律概括承受。现在的网络订单到底有多少？成功交易的有5件，等货到通知的有128件。所以一共是133件，每一件损失3960元。是。哇，这多大的损失啊！要是这件事情被董事会知道了，我想这总经理肯定就是换子杰当了吧。这些员工啊根本就该开除了，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开除应该是要奖励吧。啊，大姐，你脑子是不是也进水了？我看脑子进水的是你们两个吧，他们是在创造新闻话题，增加曝光度，而我们损失的只不过是区区50几万的行销费而已，这实在是太便宜了。就是说嘛，就是说，所以你们是故意这么做的。39。对不起，我是故意这样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，如果 key 错价钱闹上新闻，可以让 Single Noble 出名。现在大概是我这辈子对自己最骄傲的事情。我真的希望 Single Noble 可以成功。对耶，这反而是一种另类的宣传呢。而且总经理和可爱对我们都很好。我也希望这样做能帮到他们，我拼了！要拼？怎么有可能让你一个人拼啊？大家一起拼啦！反正就当作是我们对 Single Noble 的一种投资。虽然这个方法有点旁门左道，但的确是个好的方法。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！也只有你们这些复仇者联盟，才能想到这么另类的方法。值得奖励。什么歪理？
我们走。妹妹们慢走，不送啦。华语百货说话算话很有诚信，我是之前39元之乱的消费者，没有想到我竟然真的用39元替我女朋友买到这么优质的衣服。来啊，赞！他们华丽情书节活动，你不敢告白，华丽替你告白，赞透了！为不能或不好意思表白的人发声。更棒的是，失恋的人也不用伤心，还可以参加 SN 的 Single Noble 单身趴，每个月为自己的美丽而聚会，男生女生都可以参加。而且 SN 还有提供定制化服务，不但可以秀名字，还可以添加自己的设计，贵一点没有关系，但我就很有自己的独特性啦。夏天也可以在办公室三件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万一在办公室里面啊，如果怕冷。不好意思，旁边等我一下。常可爱，你做到了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呀，常可爱。财务部来的通知说我们的提交业绩达标了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所以你刚才是骗我的。你成功了，你成功的把我骗到了。常可爱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怎么可能？我做到了。不可能啊。不相信的话自己看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金额差了97万？我看看。哦，问题应该就是出在这里，妇女会定制服，这笔单是100万的单，但是你只列了3万。但是我们这个月的确收了3万块的定金啊。3万块是现金收入，应收账款还有97万，这些全部都要算在这个月的营收。现金收入，应收账款。反正，总之 ，anyway， 就是我们达标了。